歌友大家好，我是云林县强富歌社郑明吉，很高兴能参与五洲赛歌杂志社21周年庆的网拍。去年初，五洲赛歌的理社长得知我因为母亲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必须回到台湾来照顾我母亲，所以提出力邀我将这几年来导入的那么多的好歌词呢，提供一些来网拍分享给歌友。在应允了这件事以后，我立刻上到我的总歌社去精选一批我社内的未来之星。在经历这几个月的挑选当中，我不断的上歌社，一再的严格挑选这一批的网拍歌，把一些手感比较差的、健康不够好的、自己不够满意的歌子，把他们淘汰掉，只留下这一批非常精华的网拍歌。就像当初理社长交代我的一句话，拿出最好的，把最舍不得的歌子拿出来分享歌友，那才是有意义的事。所以这批网拍歌当中，也有我已经做出入赏的总歌哦，加上另外一批从未作育过的年轻蔚蓝新秀的刘总歌，希望借由此次网拍来分享给喜欢强树的歌友，也让我对赛歌的爱好和创作艺术能分享出去。关于赛歌的一切，我不是一个中庸主义者，任何的妥协都只会造成一个平庸的结果。透过多年的实战经验，更严格的筛选与淘汰，剔除每个可能影响飞行的元素，强速歌族跳脱过去众多歌友们对于速度和耐力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，巧妙地将这两种极端的冲突化成相融调和的飞翔体验。速度是赛歌的生命，不放手尝试，就永远不知道各中滋味。有时候歌词的外表是内在实力的延伸的。高温教主人要有相当的外观的条件的。绝大多数的好总歌哈，条件都不差了，一定有相当的条件的。每支歌词都代表我对赛歌工艺、力学和美学永无止境的追求。我是以为我自己挑选歌词的态度来为歌友们挑选歌词。我的首要目标不是尽可能的增加产量，而是精益求精，务求完美。因此，若是某语歌词的价格较高，那想必一定是改良和精进的结果。感谢大家，谨祝歌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。谢谢各位。
第三场领泉歌，2019881745，安徽白羽母歌。父亲世纪冠军449，2010428449。本身入赏2010年冬季南海后舱联合会五冠综合冠军。祖父世纪教父0868145，祖母世纪教母 B073188451。世纪教父配世纪教母是本社以750万天价导入的超级配对。当初是因为这个配对下代非常非常发挥，然后歌词又很漂亮，就是我本身就喜欢漂亮又能飞的歌手，所以当初是不惜重金把它导入。母亲是欧元浩子女 NL2010127340，外祖父欧元浩 B03619256，欧元浩的记录2003年西欧杯歌王冠军，多项歌报歌王冠军，奎夫兰2687羽冠军，2516羽冠军，4924羽亚军，2120羽四名。外祖母陆丽特 NL07137146，陆丽特是凡戴克当家总工卡布里奥的半姐哥。这网拍歌领前歌，这只本地是我家己要留的鸟母啊，你知无？啊，社长咧讲的，看到了讲啊，这只鸟遮水，掠出来花，啊无这只鸟真正是足优秀、足优秀的，有咩唔甘掠出来？阮只啊嘛是为着表示诚意吼，嘛是掠出来啦。我伫咧2016还是2017以后，我印象中哦，世纪冠军49的囝还是查某囝，我唔捌卖半只出来，我就终老啊。这只鸟吼，我足唔甘的，但我即马要掠出来发进程吼，我会先有掠落斗我家己吼，这是我的私心啦吼，因为这只我太喜欢的啦，啊无生过，但我想要甲生一母子两母子老啦，这是我家己对这只鸟有期待啦，但是为了配合咱社长的要求，讲啊，较好的分鸟爱掠出来，但是我嘛爱家己想要留两母子，留起来用啦，嘛是我多啊，这算中全机密的办法之一嘛。所以现在这只鸟是表示足大的生意，鸟掠出来好啦。有这个机会，或者大家都再参考看卖啊吼。33号，速度灰223，2017年539223，灰色母歌。这支母歌我要特别介绍，就是说原本是我刘总的歌子哈，但是应五洲社长要求哈，我特别把这支母歌哈抓出来拍卖。那这支母歌我也在拍卖之前，我有配对刘总，配对我最重要的公歌教宗，我自己要留一窝当总歌哈。他的父亲奥林匹克凯撒。B07513278686，血统湖本配桑杰士 ，Justone 做出，本身入赏2011年奥林匹克速度歌王冠军，2010年 KBDB 速度赛省歌王冠军，2010年 KBDB 速度赛全国歌王季军，2009年 KBDB 速度赛省歌王亚军，共47次入赏，15次冠军，28次十名内，母亲漂亮宝贝369。环号 B2010614636 灰，里欧赫雷曼本色做出，只待获得安吉维尔2040羽四位，安吉维尔1330羽五位，拿勇1332羽47位，奥尔良682羽53位，安吉维尔2212羽66位。那这个补充一下，就是说他本身下蛋的成绩不止这些，因为这边格式有限，没有办法一一罗列哈。麻烦拜托各位歌友到我的网站去参考一下，外祖父漂亮号 B06614818，
里欧赫利曼顶级总攻，是欧元号的前兄弟，漂亮号的孙入赏2010年 WHGB 全国歌王冠军，漂亮号的儿子入赏2011年维塞尔幼哥歌王冠军，他的兄哥欧元号入赏西欧杯歌王冠军，2003年赛歌杂志评选全国幼哥歌王冠军，2003年歌报评选全国幼哥歌王冠军。漂亮号同时也是我在里欧赫利曼青色拍卖会的时候，以印象中46000还48000欧元我标得的哈。外祖母奥林匹克子女461环号 V09 6348461是奥林匹克003配速度王的女儿所做出的，这个配对的属性要求我是完全针对速度去配对的哈。这个拍卖哥本身我现在在配对中，我一定要留一窝幼哥才舍得把它卖掉哈，这是特别提供的，请各位歌友多多把握，谢谢。网拍哥34号2018-819-015灰色母哥，父亲灰狐神472010-271047，本身入赏2010年南海夏季宝中之会蝉29羽之一，孙代入赏2013年南海夏季四狐之会五官中额37位，祖父年轻狐神0560336105年台中中正智慧北海六关综合九位，祖母强速冠军103-08144103灰，本身入赏2008年夏季南海东势智慧五关综合冠军，单关第三关冠军，第五关冠军。灰狐神47的兄弟哥是近几年我南海夏季比赛入赏最多的一个配对之一。母亲漂亮宝贝369环号 B2010-6146369 灰，里欧赫利曼本色做出，只待获得安吉维尔2040-4位，安吉维尔1330-5位，拿勇1332-47位，奥尔良682-53位，安吉维尔2212-66位。那这个补充一下，就是说他本身下蛋的成绩不止这些，因为这边格式有限，没有办法一一罗列哈。麻烦拜托各位歌友到我的网站去参考一下。外祖父漂亮号 V06-6148128 里欧赫利曼顶级总攻，是欧元号的前兄弟，漂亮号的孙入赏2010年 WHGB 全国歌王冠军，漂亮号的儿子入赏2011年维塞尔幼哥歌王冠军，他的兄哥欧元号入赏西欧杯歌王冠军，2003年赛歌杂志评选全国幼哥歌王冠军，2003年歌报评选全国幼哥歌王冠军。漂亮号同时也是我在里欧赫利曼青色拍卖会的时候，以印象中46000还48000欧元我标得的哈。外祖母奥林匹克子女461环号 V09-6348461 是奥林匹克003配速度王的女儿所做出的。
35号2018670483灰母鸽。这只鸽子是我2018年的选手鸽，这个鸽子也是我插组最重的一只鸽子。这只鸽子撞网以后，电话通知20000块，可是跟他讨价还价12000，结果鸽子换回来，电子环给你剪掉，所以这只鸽子痛失比赛的机会。这只鸽子是我当季插组最重的一只鸽子，请各位鸽友特别关注一下这只鸽子，我相信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。父亲教宗环号2013151734，侄子入赏2016年北京石景山歌会闪电战三关综合歌王冠军，2015年北海冬季土库之会四关综合14位。他的子女入赏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三关综合60位。网拍歌主户世纪教父环号0868104050，2008年夏季桃园联合会综合季军，下代入场综合冠亚军多语，其他记录太多，请参阅本社网站。祖母超级波智池 B086309079 安徽。超级波智池是 Gaston 本社做出，也是世界名歌乳酪小子的孙女。超级波智池的孙女2012年波智全国赛又歌主33524与全国冠军。超级波智池的同窝哥08078做出2010年 Nastolan 全国赛幼歌17005羽全国冠军，幼歌加老歌21782羽总冠军。网拍歌母亲天智第一号 T2014198001，天智第一号是比博尔特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超级词歌。天智第一号出自跛脚熊配小波智池，也是31万欧元天价博尔特的亲妹妹。天智第一号所有欧洲的歌友来台湾来拜访的时候，看到这一只天智第一号，每个欧洲的歌友都想买回去当种歌，包括吉林克斯。我那一次跟 Pipa 的老板吉塞布雷特他们来台湾拜访我歌社的时候，克莱哥2017年1月份比利时 Pipa 连同大卫土尼尔跟史蒂芬兰布瑞去，还有那 DVV 赛歌的汤姆凡哈佛啊来我歌社参观。那时候我天智第一号给他们看到的时候，史蒂芬兰布瑞去就表示要买回欧洲去育种，当然对我来讲是不可能啊，因为最好的我一定会握在手上啊。如果说博尔特是超级选手歌的话，天智第一号才是超级的种词歌，他绝对胜过博尔特，我敢这么讲哦。这只鸽子是特别抓出来提供给五洲的歌友的哈，也是社长特别要求的，所以这只鸽子请各位歌友把握机会。另外补充一下哈，天智第一号的儿子跟女儿，我在大陆卖出去每一只都超过150000人民币，但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哦，在五洲这边拍拍多少我都很高兴，没有关系。拍歌36号2019881701灰色光歌。父亲教宗2013年151734，侄子入赏2016年北京石景山歌会闪电战三关综合歌王冠军，2015年北海冬季土库之会5316与四关综合14位。他的子女入赏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8315与三关综合60位。网拍歌主户世纪教父环号0868104050，本身入赏2008年夏季桃园联合会综合季军，下代入赏综合冠亚军多语，其他记录太多，请参阅本社网站。祖母超级波智池环号 B086309079 安徽。超级波智池是 Gaston 本社做出，也是世界名歌乳酪小子的孙女。超级波智池的孙女也入赏2012年波智全国赛又歌主33524与全国冠军。超级波智池的同窝哥08078做出2010年 Nastolan 全国赛又歌17005与全国冠军，又歌加老歌21782与总冠军。我另外再补充一下教宗这个配对，就是说世纪教父配超级波智池这个配对，我一共配2次做出4只，4只都是公歌。
这四只当中我留两只，另外两只卖到大陆去。教宗的兄弟，包含教宗本身，一共有四只鸽子，都是公鸽。这四只鸽子全部做出入场鸽。就特别补充一下，四季教务配超级波智池卤肉小子这个配对。网拍鸽母亲闪电七，环号2014198137，灰色。闪电七也是31万欧元配对博尔特的亲妹妹。闪电七的侄子入赏2015年南海夏季包装之会4329与四冠综合亚军，第五冠全会无鸽归返。他的侄女入赏2016年北海冬季桃园三鹰爱鸽之会4098与三冠综合七位。外祖父博角雄，外祖母小波智池。鸽37号，2019881804，灰色母鸽，父亲教宗，2013年151734，侄子入赏2016年北京石景山鸽会闪电战三冠综合鸽王冠军，2015年北海冬季土库之会5316与四冠综合14位，他的侄女入赏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8315与三冠综合60位。网拍鸽祖父世纪教父，环号0868104005，本身入赏2008年夏季桃园联合会综合季军，下代入赏综合冠亚军多余，其他记录太多，请参阅本社网站。祖母超级波智池，环号 B086309079，安徽。超级波智池是 Gaston 本社做出，也是世界名歌乳酪小子的孙女。超级波智池的孙女也入赏2012年波智全国赛又歌主。33524与全国冠军。超级波智池的同窝哥08078做出2010年 Nastonian 全国赛幼哥17005与全国冠军。幼哥加老哥21782与总冠军。我另外再补充一下教宗这个配对，就是说世纪教父配超级波智池这个配对，我一共配两次做出四只都是公哥。这四只当中我留两只，另外两只卖到大陆去。教宗的兄弟，包含教宗本身，一共有四只鸽子，都是公鸽。这四只鸽子全部做出入场鸽。就特别补充一下，世纪教务配超级波智池卤肉小子这个配对。网拍鸽母亲闪电一号，2015800871，侄子2016年北京石景山歌会闪电战三冠综合歌王冠军，第一冠单冠12位，第二冠单冠冠军。第三冠单冠是14位，三冠综合冠军。外祖父漂亮号，环号 B06614812128，灰。里欧赫列曼顶级总攻，欧元号的亲兄弟。漂亮号的侄孙入赏2010年 WHGB 全国歌王冠军。漂亮号的儿子2011年维塞尔又个歌王冠军。他的兄哥欧元号入赏西欧杯歌王冠军。2003年赛歌杂志评选歌王冠军。2003年赛歌杂志评选全国幼鸽歌王冠军。外祖母小波智池，环号 B086050132，就是31万欧元的原配母鸽，也是31万欧元博尔特的母亲。这个鸽子教宗配闪电一号是本社的原配对。网拍鸽37号的亲兄鸽入赏2016年北京石景山鸽会鸽行天下闪电战三冠综合鸽王冠军。Thank you.
广拍哥38号2018333611灰母哥父亲陆博配对710环号 B 2014630871110灰是里欧赫雷曼27万欧元配对的侄子，他的同父母入场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全能歌王冠军，2012年波士14598羽全国亚军，429公里3756羽冠军，233公里3517羽冠军，233公里1050羽冠军。广拍哥祖父 Young Duber 环号 B07-6369515 祖母 Kim 金母 B07-6399401 这个配对是里欧赫雷曼里面除了博尔特配对之外另外一个超级配对，这个配对在他青色拍卖会的时候以二选一的方式拍出27万欧元的高价。我当初跟他订这对小鸽子的时候，这一只都10000多欧元了，有两只陆博配对711，还有另外一只陆博配对然后314，像这种鸽子都是非常好的超级鸽，但是因为我鸽舍里面实在鸽子太多了，这些鸽子在我手上都没有机会做出配对做出比赛了，实在太可惜了哈。希望提供给鸽友，也许让大家有发挥的机会。广拍哥母亲欧元浩子女 NL 2010-1273040灰母欧元浩子女，他的孙女入场2014年南海夏季虎尾人爱之会五冠中的27位，他的孙代入场2014年冬季北海民生之会3838羽五冠中的42位，第四冠单冠亚军7位，他的孙代入场2015年北海冬季三英爱歌之会3436羽四冠中的季军。广拍哥外祖父欧元浩 B03-6192564，欧元浩入场2003年西欧杯歌王冠军，2003年歌报又歌歌王冠军，奎富兰2687羽冠军，2516羽冠军，4924羽亚军，2120羽殿军。欧元浩也是赫雷曼里欧成名歌之一。广拍哥外祖母陆丽特 NL07-1371446 灰，陆丽特是凡代克当家总工卡普里欧的半姐哥，陆丽特的子孙下代记录也有多余，请大家参考一下。陆丽特是奥林匹克003配冠军池所做出的大头彩，也是赫雷曼鸠斯特神秘号的女儿。这个配对纯粹都是速度取胜，需要增加速度的歌友可以考虑一下这只鸽子。歌39号2018333595黑斑公歌是钻石公金母多重近亲做出的，父亲强树基因4952012924495，他的侄子入赏2013年冬季南海高雄茄定之会1439羽一关综合5位残56羽，该关遇菲特台风北风8级瞬间强风10级。他的侄子入场2018年北海春季宜兰冠军之会4716羽四冠中的8位全会残45羽，他的孙女入场2016年南海夏季斗六新顺昌之会3720羽五冠中的11位全会残存101羽。广拍哥祖父梦幻之钻999909139999黑斑白羽，梦幻之钻9999是钻石公配钻石公金母的女儿杰瑟梦幻及近亲做出的。广拍哥祖母冠军基因3252011-172325关白羽，冠军基因325是世纪冠军449，就是后昌综合冠军配超级冠军493，超级冠军493是2010年四湖冬季北海五冠综合冠军全会残存14羽博马。冠军基因的父亲跟母亲本身都是综合冠军，所以取名为冠军基因325。广拍哥母亲金钻妖姬600号 T07-593600
子女入赏2008年冬季北海四湖之会综合亚军，第五关单关超速冠军。孙入赏2010年秋季义拳之会综合3位。孙入赏2010年秋季北京丰台400公里冠军。子女入赏2013年冬季仁安之会四冠综合17位。金钻1G600号是钻石公配金母直接做出的女儿，是目前钻石公金母里面最高带的。另外向各位各友报告，金钻1G600号目前也已经没有办法生育，因为在选出这些他的儿子出来拍卖以后，我再配对就不会生了，所以说这个是绝版的，请各位把握机会，金钻1G600号不会生已经把它放生了，所以这是绝版货。拍歌40号，环号20198817135，黑斑母，父亲金钻基因265/09139265黑斑，他的同血的入赏2003年秋季第一智慧综合亚军，2007年春季斗南智慧综合冠军，2008年春季信义智慧综合季军，2008年秋季大新智慧综合亚军，2010年冬季四湖智慧综合冠军。金钻基因是钻石公配金母的侄子，金钻基因265也是目前我在台湾的歌社里面唯一能够做出的钻石公金母的儿子，其他台湾都不生了，现在钻石公金母也只有厦门的歌社还有一只在生而已，其他都不生了。网拍歌母亲强速飞503，环号2012/239503，同户入赏2008年秋季北海苗栗大新智慧4456与五冠综合亚军，同户入赏2009年秋季北海苗栗大新智慧3917与六冠综合亚军。这个2008跟2009，我记大新智慧记小熊那边两季都是挂6只去比赛，啊两次刚好都入赏综合亚军。同户孙代做出2010年秋季北海四湖智慧五冠综合冠军，全会蝉14与。同母入赏2010年南海夏季包装智慧蝉29与波马之一。网拍哥外祖父强速未来号，环号 T02/508863，强速未来号是毛脚不败去配上本色的正色之宝强速189。外祖母强速冠军103/08144103灰，本身入赏2008年夏季南海东势智慧五冠综合冠军，单关第三关冠军，第五关冠军。强速冠军103，他的下代也是目前我社内在南海夏季入场最多的。各位如果有喜欢钻石公金母系列的，这一支网拍哥40号，这个算基本上是已经目前仅存的孙代，算高代了。还有39号，请各位歌友特别参考一下。
41号2019881824班工科，父亲传奇红湖1号2015800823班，祖父狐狸小祖宗环号 T2013158995。狐狸小祖宗是儿子配母亲及近亲做出的，祖母狐仙环号0754915。狐仙的血统是红屋731的儿子配上三生兄弟合比冠军近亲所做出的。狐仙的侄子入赏2012年包头艾尔卡普光鹏双冠歌王总冠军。这个特别介绍一下，曾祖父天生强速，我特别介绍一下，他是2012年包头艾尔卡普光鹏歌王冠军。这个鸽子目前在我大陆的鸽舍里面是第一号的种雄，天生强速是目前我在大陆鸽舍最重要的一只种鸽。网拍鸽，他的父亲传奇红鱼号，他的父母鸽都在我厦门的鸽舍，这个是特别从大陆想办法运回来留给种鸽的。这里面有参到和比冠军的血统，这个血统在南北海也都很发挥。各位有喜欢这个血系的可以特别关注一下。网拍鸽母亲金钻妖姬600号环号 T07593600 黑斑，金钻妖姬600号的子女入赏2008年冬季北海四湖之会综合亚军，第五关单关超速冠军。孙代入赏2010年秋季义拳之会综合23位，孙代入赏2010年秋季北京丰台区400公里冠军，子女入赏2013年冬季仁安之会2050羽四冠综合17位。特别介绍一下这一只网拍鸽41号881824，它是金钻妖姬600号最后的一只侄子。就金钻妖姬600号生完881824，我再配对就没有再出小鸽子了，就绝版了。请各位把握一下机会啊！金钻妖姬600号给它放生了哈。42号2018308023灰公鸽，父亲闪电虎9552015800955，祖父跛脚熊环号 B09666908。 跛脚熊就是31万欧元博尔特的父亲，祖母最爱红狐123 09145123。 最爱红狐123是本色冠军红狐配强速189近亲的孙代，是我社里面最重要的雌鸽之一。另外介绍一下父亲闪电虎955，这只鸽子已经以非常高的价钱出售到大陆去了哈，这绝版了、算绝版鸽。网拍鸽母亲雨天2号 B2012428672 灰色母鸽，雨天没有让做出。雨天二号的侄子入赏2014年温州龙湾大奖赛400公里11位，他的子女在入赏2015年北京证明俱乐部2000年特比第二关506公里8位，双关综合28位。雨天二号在我鸽舍里面也只有做出这两次，两次都折奖。网拍鸽外祖父星光号 B064288140，星光号入赏2008年塔比斯国际12549羽亚军，2008年蒙特棒全国5438羽21位，2009年蒙特棒全国7203羽9位。
外祖母颇品纳淑女，环号 B05434460，本身入赏2009年 KBTB 超长距离歌王全国冠军，两趟国际赛评比国际歌王冠军、欧洲杯歌王冠军、大师杯冠军、马赛全国六位、颇品纳全国六位、颇品纳国际池组冠军、亚军。他的妹妹马拉松淑女入赏欧洲杯歌王三位。我特别介绍一下星光号跟颇品纳淑女这个配对。是我去没有让本社亲自挑选这个配对，我挑选星光号去配颇品纳的理由是，星光号除了有长距离的歌底以外，它还有一个特点是，它还具备中距离速度歌的那一种特性，体型前胸非常厚实，跟一般长距离鸽子的形态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我个人对鸽子的要求说，不管是短距离的鸽子或中距离的鸽子或长距离的鸽子，他们都必须是具有速度的那个类型，我个人才会喜欢，这是我选鸽子的重点。不管中短长，没有速度的鸽子我不养，因为相对的鸽子的本质就是比快。后来这个配对做出倚天一号跟二号，整批在当初倚天没有让整批幼鸽里面，他们都排行五名内的，这两只鸽子一号跟二号是排名他鸽舍里面整批幼鸽五名内的鸽子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配过。这个配对出的小鸽子的漂亮，没有让他自己觉得很讶异。广拍歌43号，环号2019682793，班公歌，父亲小熊838，环号2015800838。小熊838同母做出2012年秋季内蒙包头艾尔卡普通心光鹏300公里亚军、500公里季军、双关歌王总冠军。主户倚天一号 B2012-428-6871。倚天一号是本人到欧洲拜访倚天没有让鸽舍的时候，看到他的父亲星光号和颇品纳淑女这两只超级种鸽，并且由我本人指定配对，我做出了这一只倚天一号非常优秀的长距离鸽子。还有另外他同父鸽倚天二号也是非常优秀的雌鸽，这一公一母以后将会在我鸽舍里面扮演一定的角色。星光号入赏2008年塔比斯国际12549羽亚军，2008年蒙特棒全国5438羽21位，2009年蒙特棒全国7203羽9位。广拍哥曾祖母颇品纳淑女，本身入赏2009年 KBTB 超长距离歌王冠军，两趟国际赛评比国际歌王冠军、欧洲杯歌王冠军、大师杯冠军、马赛全国六位、颇品纳全国六位、颇品纳国际池组冠军、亚军。他的妹妹马拉松淑女获得欧洲杯歌王三位。广拍哥祖母强速蜘蛛204，环号04666204，是强势189超级孙女。他的侄孙入赏内蒙古艾尔卡普双关歌王总冠军。广拍哥曾祖父强速679，强速679的孙入赏04年锦州大奖赛300公里冠军、400公里亚军、500公里冠军、三关综合总冠军。他的孙代入赏05年国家赛400公里总冠军16名。他的第五代入赏2014年秋季甘肃武威明珠国际赛鸽工棚四关歌王总冠军。他的四代获得2013年新疆德天工棚500公里决赛4位。广拍哥曾祖母强速100号，强速100号是本社无本的有一号配上强速189所直接做出的子女。强速100号下代入赏太多，没有办法一一呈现，可以拜托各位歌友到我的网站去浏览一下。广拍哥母亲还魂189-2017-539-150，外祖父强速门神 T09-941-977，是强速189多重近亲做出。强速门神的儿子2011年冬季湖北人安之会五关综合12位，第二关单关冠军，蝉37羽博马。四代入赏2015年夏季土库之会四关综合9位，侄孙入赏2016年南海夏季湖北之会五关综合亚军。外祖母小波智慈 B08-6050132， 侄子
博尔特获得2012年 KBDB 速度赛全国歌王冠军，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 F 组全国代表歌，并且以31万欧元天价拍出。44号，2019881806，班社母歌，父亲圣经，环号2013151732，圣经的子女入赏2014年冬季北海民生之会五官中的23位，他的侄子入赏2018年北海夏季新北市新北海联合会第二关单关14位，第三关单关14位，三关综合120位。特别报告一下，这圣经在我手上只做出2次直接比赛，2次都有成绩。主户漂亮号 B06-6148128 灰，漂亮号是里欧赫雷曼歌社的顶级总工。漂亮号的孙代入赏2010年 WHGB 全国幼歌歌王冠军，2010年 WHGB 全国幼歌冠军。他的子代入赏2011年维尔赛幼歌歌王冠军。漂亮号的兄哥欧元号入赏西欧杯歌王冠军。网拍歌祖母世纪教母，环号 B07-3188451， 是本社库尔斯世纪绝配的原配母歌，下代入赏综合冠军、亚军不计其数。世纪教母的父亲是盖比闪电号的侄子漂亮闪电，世纪教母的母亲艾玛是瑞克库尔斯本社做出2004年 KBDB 省赛歌王4位，2005年 KBDB 省赛歌王4位。网拍歌母亲冠军基因599，2016-169599，外祖父金钻基因400号 T07-549400 黑斑，子女入赏2008年冬季北线自强之会北海两关综合6位，他的兄哥入赏2002年春季吉祥之会五关综合5位，他的姐姐入赏2003年秋季嘉义第一支会综合亚军，他的侄子入赏2007年春季斗南支会综合冠军，他的侄子入赏2008年秋季大兴支会五冠综合亚军。金钻基因400号是本社金钻配对钻石公配金母直接所做出，外祖母世纪冠军池2013-895404灰，本身入赏2013年秋季北海桃园青田之会五关综合冠军，全会蚕食与博马，第一关4位，第二关4位，第三关亚军，第四关22位，第五关4位。他的子女入赏2014年冬季北海民生之会五关综合23位。世纪冠军池是本社超级总歌，世纪冠军49配冠军池416直接做出。网拍歌44号，他本身也是世纪绝配进爵做出的血统，喜欢这一路血统的歌友可以参考。拍歌45号，2019-881714灰色母歌，父亲传说中的狐狸，环号2016-805072斑。特别介绍一下，这只鸽子本身是原来是我要挂2016年秋季桃园中山支会的比赛啊，但是这个鸽子因为教练在挂环的时候把那个脚趾挂断一根哦，结果一哥会规定没有办法参赛，这个放弃参赛直接就流走。这个鸽子也是特别从大陆那边运回来的鸽子，特别介绍一下。祖父狐狸小祖宗2013-158995，本身是指配母及近亲做出留种的鸽子。狐狸小祖宗的父亲天生强速，本身入赏2012年包头艾尔卡普双关歌王总冠军，也是目前我大陆歌社里面最重要的一线总歌。狐狸小祖宗的母亲是狐仙，狐仙也就是天生强速的母亲哦，就是说这个配对是儿子配母亲及近亲做出留种的。
网拍哥祖母强速封台冠军号2010/01/852/284班，本身入场2010年秋季北京市封台400公里普赛冠军。这一次比赛也是我在北京参加的第一场比赛。当初这一场比赛我获得冠军、亚军、季军，还有实名链，还有好几羽。这一场比赛也是轰动当初封台歌会的一场比赛。网拍歌曾祖父至尊无上，环号09139955，是本社强速189近亲做出的侄孙，特别留种的光哥。曾祖母金钻卡多亚军号，环号08898193，本身入场2008年冬季北海四湖之会五关综合亚军，第五关单关超速冠军。网拍哥母亲闪电鸿鹄9112015/800911班社，他的同父兄哥博尔特入场2012年 KBDB 速度赛全国幼科歌王冠军，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 F 组全国代表歌，并且以31万欧元天价拍出。他的同母做出2014年冬季北海全船21897羽19位第二关7位，2014年北海秋季桃园中山之会第一关单关冠军超速3分钟。外祖父跛脚熊 B09-6269108，跛脚熊是里欧赫雷曼超级总工，也是31万欧元博尔特的父亲。外祖母最爱红狐123，环号09-145123，是本社冠军狐狸配强叔189近亲的孙代，也是我特别留下来最喜欢的一只种母哥。最爱红狐123的下代入场太多，在血统书上没有办法一一列出，麻烦各位歌友到我的网站去浏览一下，谢谢各位。46号，2019/881717班社公歌。这一只鸽子本身有一点点钻石公金母的那一头的近亲做出，父亲强速北海3242013/274324黑斑，本身入场2013年冬季北海土库之会士官综合23位，同父入场2014年北海夏季桃园大文中之会士官综合15位。网拍歌祖父死神2012/239682，特别介绍死神是世纪教父配世纪教母原配对直接做出。死神也是继本社世纪冠军449这一只鸽子以后，我最喜欢的一只公鸽。他的侄子入场2013年冬季北海金展之会三冠中的12位，他的侄子入场2014年北海夏季桃园大文中之会四冠中的15位，全会残59羽。他的孙代入场2018年世界信鸽锦标赛 GFCI 光鹏赛双关综合歌王8位，预赛53位，决赛43位，其他入场太多无法一一列举。网拍歌祖母强速咽喉一号2010/259801，强速咽喉一号是钻石公金母的儿子金钻第一高配上本社强速189见血的孙女所做出。金钻第一高是钻石公金母这个配对里面最好的公鸽之一，也是当初金奖鸽舍拍卖会本社以全场最高价所拍得的鸽子，后来连同钻石公金母都一并以高价导入本社。网拍鸽母亲帅妞341 2016/182341班，本身入场2016年冬季北海桃园三鹰之会五关综合37位，全会残存84羽。外祖父小富刘浩2015/800935灰点白羽花头，他的子女入场2016年北海冬季三鹰之会五关综合37位，他的子女入场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资格赛亚军12位，这两只是同窝。特别介绍小富刘浩是我歌社里面强出189近亲做出我目前最喜欢的种歌之一。外祖母金钻卡多亚军号，环号08898193，本身入场2008年冬季北海四湖之会五关综合亚军，第五关单关超速冠军，
金砖卡多亚军号的父亲是红卡多的侄子红龙八六三，他的母亲是钻石公金母的女儿金钻妖姬六百号。这个拍卖哥本身在钻石公金母那边也有一点点进血，哥友可以关注一下。47号，2019881720，班母哥，父亲露西，弟弟538，2016169538，他的同父母姐哥超级露西入赏2014年北海秋季桃园中山之会第一关单关冠军，超速亚军3分钟，第二关全会有隔8羽，本哥失格后约30秒内归返。特别介绍一下这一只超级露西，当初这一只鸽子训练就每一趟都超速。然后第一关单关冠军，第二关失格归返以后，就有歌友打电话要以高价要跟我购买，但是我还是婉拒。目前这一只超级露西也是我鸽舍里面现役最重要的母鸽之一。网拍鸽祖父强树未来一路花，2011172168，他的子女入赏2014年北海春季桃园中山之会四关中和四位，他的子女入赏2014年北海中山之会第一关。单关冠军超速亚军3分钟，他的侄孙入赏2015年北海冬季土库之会四关中的10位跟119位。特别介绍强树未来一路花已经以极高的价钱卖到大陆去，所以超级露西这个配对已经是绝版配对。强树未来一路花的父亲是强树未来号，强树未来号是本色强树189配上电脑秃头199的儿子毛脚不败所做出。强树未来一花的母亲是绝色梦幻，绝色梦幻是钻石公金母原配对最好的子女之一，下代入场不计其数。网拍哥祖母上帝之手189，2013277189，他的侄子入场2014年北海夏季桃园道文庄之会四关综合15位。上帝之手的父亲是世纪教父，他的母亲是最爱黄湖123，上帝之手也是目前本色现役一线种母。网拍哥母亲新女人香2012239531灰点白梅，他的同父母姐哥入赏2008年春季北海芦洲信义之会三关综合季军，全会产42羽活马。同时他的姐姐也已经以400万台币出售到北京。新女人香的同母做出2011年秋季大连市冠军俱乐部600公里季军，2012年春季大连市400公里5位。外祖父 Achilles 03-364687黑斑，他的子女入赏2008年春季北海芦洲信义之会三关综合季军，蚕42羽博马。他的子女入赏2009年秋季北海大新庄之会五关综合优胜。阿基里斯的父亲是金钻第一高，是钻石公金母最好的儿子之一。阿基里斯的母亲强树经典711是强树189的侄子配子女近亲做出。网拍哥外祖母女人香03-558784灰白羽，是本色强速189赐予配电脑哥玛丽秃头的侄子毛脚不败所做出。拍鸽48号，2019881749灰色公鸽，这只鸽子189这边有近亲做出，还有库尔斯世纪爵位这边也有近亲，双头近亲做出。他的父亲94狂弟弟655，2018-617655班公，全姐2017年南海夏季新湖尾五关综合4位，全会蚕201羽。他的全姐做出子女2018年北海夏季新北市新北海联合会五关中的11位，全会残存19羽。
他的拳决做出2019年北海春季新北市冠军之会四关中的13位，第四关单关季军，第五关全会回18羽，本哥失格后约10分钟后才回来。网拍哥祖父超超级辉2014、2018、2018、2017，子女入场2017年南海夏季新湖尾五关中的4位。他的子女入场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83义务羽资格赛8位。他的孙女入场2018年北海夏季新北市北海联合会五关中的11位。他的孙女入场2019年北海春季新北市冠军之会四关中的13位。超超吉威是本社世纪教父配上31万配对的母哥小波智慈所做出，是一羽超级漂亮的灰色光哥。网拍哥祖母吉赛尔邦城2013、2015、2016、2014是本社强叔189近亲做出的孙女。他的子女入场2017年南海夏季新湖尾五关中的4位。他的孙女入场2018年北海夏季新北市新北海联合会五关中的11位。他的孙女入场2019年北海春季新北市冠军之会四关中的13位。吉赛尔邦城的父亲是雷老虎，也是我歌社里面的虎本的友一号配上强叔189的儿子。吉赛尔邦城的母亲是强叔仙姬，强叔仙姬是钻石宫配上强叔189的孙女所做出。特别介绍吉赛尔邦城这羽母哥，他是我目前现役母哥里面我最注重的其中之一，这只鸽子的下代我目前全部都留种。网拍哥母亲强素辉826/2015/800826是强素189近亲的第六代，这只鸽子也是我特别从大陆带回来的鸽子。拍卖哥的外祖父是天生强素，本身入场2012年包头艾尔卡普双关各方总冠军，也是我大陆目前第一线的总公哥。外祖母世纪辉湖422/2013/2015/1422也是目前天生强素原配雌鸽之一。他的子女入场2015年北京证明俱乐部5000元特比环四关中的17位，2015年北京证明俱乐部2000元特比环四关中的81位。世纪辉湖422的父亲是世纪冠军49，他的母亲是最爱红湖123，这个配对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配对之一。这是歌词推荐给歌友特别关注一下，请各位歌友参考。拍哥49号2019/881/797灰色母哥是世纪教父的侄子配世纪绝配的孙女近亲做出，父亲大法师2014/1980/49灰道师的侄子入场2015年北海冬季土库之会四关综合14位，2015年北海秋季桃园中山三关综合87位，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资格赛51位。他的子女2017年北京丰台歌会一丰通达杯3000特比三关综合91位。他的同父母兄哥教宗做出2016年北京石景山歌会歌行天下闪电战三关综合总冠军。祖父世纪教父08/681/4052008年夏季桃园联合会综合季军，他的子女综合冠军两军不计其数。网拍哥祖母超级波智慈B08/6369/079是 Gaston 本社做出，也是世界名歌鲁洛小子的孙女。超级波智慈的孙女2012年波智全国赛又歌组全国冠军，他的同窝哥做出2010年 Nastolian 全国赛又歌全国冠军，又歌加老歌总冠军。特别介绍世纪教父配超级波智慈，这个配对一共做出4羽，都是公歌，这4羽歌词也全部做出入场歌。网拍哥母亲世纪辉湖05号2017/539/205灰，他同父入场2011年秋季北海林口北新之会两关综合冠军，全会缠2羽博马，2013年秋季北海青年之会五关综合冠军，全会缠11羽博马，2016年北海春季桃园中山之会一关综合亚军，全会缠10羽博马，其他入场不计其数。外祖父世纪冠军49，2010/428/4492010年冬季南海后舱五关综合冠军，他的子女入场2011年秋季北海林口北新之会两关综合冠军，缠2羽博马，
2013年秋季北海桃园青年智慧五冠综合冠军，蚕食与博马。2016年北海春季桃园中山智慧一冠综合亚军，全会蚕食与博马。世纪冠军49下代入场不计其数，请各位歌友到我的网页参考一下。外祖母甜蜜杀鸡2015-800-910，他的子女入场2017年南海夏季云林千岁智慧三冠综合29位，第十冠失格。甜蜜杀鸡的父亲是奥林匹克凯撒，是湖本配桑杰士的血统，就是同类所做出。奥林匹克凯撒本身入场2011年奥林匹克速度歌王冠军，2010年 KBDB 速度赛省歌王冠军，2010年 KBDB 速度赛全国歌王季军，2009年 KBDB 速度赛省歌王亚军，本身共计47次入场，15次冠军，28次十名内。特别介绍一下奥林匹克凯撒，他是湖本跟桑杰士做出的鸽子，这个血统鸽子目前在南北海都有非常好的发挥，请各位歌友可以关注一下。网拍歌50号，2019-682-798，灰色母歌，父亲军火之王，2017-539-204，灰白羽。这只鸽子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公鸽，可惜在我鸽舍里面哦，实在好鸽子太多，目前它的子代还没有比赛，但是我有把握，这一只鸽子的下代一定会发挥。军火之王的同父兄哥入场2016年北京石井山歌会闪电战三冠综合歌王总冠军。军火之王的半兄哥入场2015年北海冬季土库之会四冠综合14位。半妹入场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三冠综合冠军。军火之王的同母异父兄弟哥入场2012年 KBDB 速度赛全国幼歌歌王冠军。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 F 组全国代表歌，并且以31万欧元天价拍出，就是著名的博尔特。网拍歌祖父教宗环号2013-151-734，他的侄子入场2016年北京石井山歌会闪电战三冠综合歌王冠军，2015年北海冬季土库之会四冠综合14位。他的子女入场2018年春季北海新北市冠军之会三冠综合60位。网拍歌祖母小波智慈环号 B08-605-0132，小波智慈的侄子博尔特入场2012年 KBDB 速度赛全国幼歌歌王冠军，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 F 组全国代表歌，并且以31万欧元天价拍出。网拍歌母亲女金刚环号2013-151-465，女金刚的同父母姐哥2009年秋季北海大南港智慧五冠综合7位，他的同父哥入场2010年冬季北海桃园中山智慧四冠综合冠军，他的同母哥做出2016年北海桃园三鹰智慧三冠综合7位。网拍哥外祖父金刚环号07-549-099黑斑，子女入场2009年秋季北海大南港智慧五冠综合7位，2010年冬季北海桃园中山智慧四冠综合冠军。金刚的父亲是本社超级总哥钻石工，金刚的母亲是雪手胭脂老三。特别介绍雪手胭脂老三本身入场虎尾复兴智慧秋季六冠综合季军，雪手胭脂老三也是本社电脑秃头的儿子毛脚不败做出。网拍哥外祖母冠军基因379-06-632-379，本社招牌哥冠军小丸子的子女，冠军基因379做出子女。2009年秋季北海大南港智慧五冠综合7位，他的侄子入场04年锦州市名人杯大奖赛300公里冠军、400公里亚军、500公里冠军、三冠赛综合总冠军。他的孙女入场2016年北海桃园三鹰爱歌智慧三冠综合7位。